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现在我们练习第二课，去机场对话。孙小美打电话给李大卫。孙小美，大卫，请问你星期五早上有空吗？李大卫，有什么事？孙小美。我有事要回中国，坐中午12点的飞机去上海，能不能请你送我去机场？李大卫，星期五早上我有课，下课以后要去打工，晚上才有空，不能送你去机场，真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谢谢你。你可以问一下邻居，看他有没有空。好的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。孙小美打电话给邻居。我有事要回中国。坐中午12点的飞机去上海，能不能请你送我去机场？林君，我可以送你去，可是我没有车，能不能开你的车去？孙小美，可以，你可以开我的车去机场。林君，好的，那几点见？孙小美，谢谢你。星期五早上9点见，可以吗？林君，没问题。星期五早上9点见。